封为天生歌姬的歌手阿令出道八年，最近参加湖南卫视《我是歌手三》，深受大陆观众喜爱，人气扶摇直上。不过再怎么唱都没有这一首来的经典。不顾万岁，誓言无罪，谁保证一觉醒来？这首高居各大 KTV 排行榜的《失恋无罪》是阿令出道的第一首歌。他接受中央社专访时，难得吐露他对这首歌的感觉。《失恋无罪》第一首歌曲是我又爱又恨的一首歌。爱是因为他让我唱了这首歌，很多人认识我。恨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状况不好，然后又要一直唱这首歌。这首歌我唱了好多次。这首歌也是我在录音室唱最久的一首歌，因为哇，一个月有吧。录同一首歌整整一个月，让阿令觉得唱歌好难，甚至一度想放弃歌手梦想。幸好他撑了下来。这份坚强韧性源自他出道前在 pub 驻唱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，遇到客人打架就用歌声 hold 住场面，接到黑道大哥点歌就拿生命当赌注，硬着头皮上。他忘不了那首歌，就是李翊君的《风中的承诺》。我其实是会唱的，但突然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奇怪为什么想不起来怎么唱。然后我就跟乐手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他要不然你随便打一个节奏，然后我用念 rap 好了，然后就开始风中的承诺又然后就一直用念的方式，然后就开始去想那一首歌。结果唱完之后，那个大哥很开心，他说我唱了一个很特别的版本，他就给我这么厚一叠的1000块的小费，我不敢拿。在 pub 驻唱训练胆识，成为出道当歌手的养分。多年进出录音室后，阿令越唱越有心得。因为以前我可能在 pub 就是每一个礼拜都要练非常多的歌，所以你就可能就是你不会听得很仔细原唱在唱什么，然后你就会好像就是交代交代交代，但现在不是交代，而且是一个分享，越来越有感情，越来越有自己更多的不同的从喉咙里面唱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。尽管阿令三度与金曲歌后擦身而过，但他不气馁，依旧在歌唱的路上持续努力。支持他的最大动力就是家人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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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妈呀，虽然你没有跟我们在一起，可是如果有空的话，来陪我们呢、啊。今年初，阿令发行新专辑，女儿的童言童语让她潸然泪下。因为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想念家人。阿令说，新年新希望很简单，就是多点时间陪陪家人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、王静怡台北报道。